我上很多堂又很好學的，但是唯一可以吸引到我的課程或者一個個人成長的話呢，就是 Roger， 因為他啟發了我很多東西，我很深感受，我在這個行業都做了很多年了，但真真正正做了保險可能就是三年，因為我識了 Roger 三年，今天學到我本身個人真的內向，所以呢令到他聽完他的課程之後呢啟發了，就個思維闊了，同埋真真正正希望可以幫到其他不同的人，同埋可以延伸到自己幫助到其他人。覺得他是一支強心針嚟嘅，基本上就是當你可能有時候有些位置覺得有，即係我哋呢行很高低起跌噶嘛。當你在一些低位的時候你見下佢咧，你又會覺得個人好像 motivate 咗嘅喎，俾佢，即係總之你又唔明佢有一種魅力嘅咁樣咯。初初是真的有很大壓力的，但是他剛才說的強心針的話呢就令到我想起一件事，他就我有一次見他，喂你當我什麼 Power Band 啊，我是啊，我真的沒什麼話想說，沒什麼話想問，我只是想見一下你的，就真的好像 Power Band 一樣，見他就啊上力了，又出回去就在個社會路途上面繼續衝繼續搏咯。沒什麼壓力的見他，因為他經常叫我喪屍的嘛，即係佢就話你就係喺度跑喺度殺咁樣，所以我對佢佢對我嚟講我冇壓力，總之就係我覺得好貼地咯，佢教我嘅嘢同埋好實用嘅，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嗰句，總之我遇到有啲可能唔係咁順意，見一見佢又會又搞掂噶啦。唔好咁難約，同埋我哋有多啲時間見面，可以食一啲 free lunch 啦，同埋就。第時要在會展搞，我們是免費入場的，他是要賣票才能見到他的，那就最好了。